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686车队闯车，一人D车队，双方50比50，时间定在周六晚上7点。到底是小新的686车队更强，还是 ANB K 的END更胜一筹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别和我硬碰硬，我受的是伤，你丢的是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康。辉煌时刻谁都有，别拿一刻当永久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叶。生死看淡，不服来干。小东出战，扭转乾坤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东。我们要和 PK 打50v50了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七哥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以前农村每家每户有猎枪是用来干嘛的？打野猪。OK， 我们的口号是686专打野猪。星期六晚上7点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有实力的快快来加入吧！686 50v50火热报名中，期待你的加入。